先放入30斤牛油啊。这得用30斤。大水油啊。350斤。大库的。啊，今天不是就是他。250斤。菜扎根了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蒜末5斤，生姜5斤，豆瓣酱5斤，花椒5斤，麻椒5斤，辣椒20斤。我刚刚熬鸡，生辣椒，花鸡，放入秘制的香料，小火啊，慢炒，炒4个小时。炒了4个小时啊，终于炒好了。哎，我们家的这个肉啊，就做胡辣羊头啊，特别香。
Mm-hmm.